啦队女神李多惠自从加入乐天桃园后，一举一动都备受台湾网友关注。没想到近日有一名南韩啦啦队女神边谷玉在台湾掀起话题。据了解，边谷玉是李多惠的前队友，今年24岁，精致甜美的脸蛋虏获一票球迷。而先前她也被捕捉到在场边与队友玩起扮鬼脸游戏，只见她吐出舌头后便快速抖动。俏皮的模样让这支9秒的影片在短短5个月内就突破 1.8 亿人次点阅。事实上，边谷玉过去就曾登上 PTT 表特版，当时不少台湾网友就大赞这位真的很顶，这支啦啦队的正妹品质都好高啊。